会。好，四位白球，四白。好，地藏老父来到屋中，当真是闻声赌月。皮影戏从古到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的发源地呢是我国西汉时期的陕西，又称影子戏。我7岁那年，就是老艺人呢在秋收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农村呢演过皮影戏。在晚间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灯光照射下，这个皮影的道具啊蛮好玩的，所以说我对皮影呢印象很深的。2006年。文化馆组织了松江地区的艺人和陕西皮影戏来交流，在我们松江市井老街上面，我又看到了皮影戏，我心里呢很亲切的，从此呢我就喜欢了皮影，学皮影，我拜那个汤洪宽老先生为师，就到现在。哦，故事人物要归给多数好兄弟啊，祝下一地人一定我也要一定我。皮影戏呢，在解放以前呢，都是由兽皮做的。我们松江地区的老艺人呢，在年底的时候呢，去收购那种牛皮，制作的时候呢，要用石灰水把它给浸泡了2-3个月，把毛啊、脂肪啊都腐烂了以后呢，就清洗掉，然后呢，钉在那个木板上，2-3个月以后拿下来绘画制作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用的是塑料皮。这个皮呢很透明的，这个皮影的荧幕啊就看得很清楚，必须要用这种皮，透明的皮来制作。我应用眼目上杠而起，一场皮影戏不单单需要表演的人，需要丝竹音乐来配合，笛子啊、二胡啊、敲鼓和那鼓摆，大家一起配合，缺一不可。这些老艺人啊，基本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。近年来，市津镇加大了对皮影戏的保护和传承力度。我们呢，在学校啊、社区啊、商圈呢，多去演出交流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皮影，喜欢皮影，对我们的皮影呢以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